隻 album 裏面寫嘅。咁六十年代其實經過咗好唔同時間啦，咁你有白人排黑人啦，整下整下就有呢個叫做迷幻嘅 Gig Era， 咁啊好多男仔又留長頭髮，再衫著得好披，又有即係未到松糕鞋爆炸頭之前嗰個 Era 啦，好多毒品啊，但好多啲好創作性嘅音樂。咁好多中東嘅音樂就開始流入去美國啦。咁披頭士當其時就俾呢個咁樣嘅潮咧就影響咗，咁就寫咗以下一首歌。哦，其實呢個係 John Lennon 去蒲熄咗個女仔嘅 One Night Stand 之後嘅靈感嚟。
Wikipedia,